林去超市买水，轩轩却打来了电话。这时林林刚好也走了过来。可乐，可乐，你行啊你，原来你才是那个海王。不是林林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好啊，解释，三个字给我解释清楚了。三个字，他发错了。没错，他发错了。他发错了。嗯，可乐，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呢？酒店房间号他能给你发错了？可乐，这件事情你要是能老老实实的给我解释清楚，我可以不生你的气。玲玲，其实这个真没有，我真的不认识他。啊？你确定你不认识他？是他给你发错了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哦，那我相信你。喂？喂？请问你找谁？我找谁？我找谁？你不清楚吗？现在都小三了，还领失智证的了。对不起，打错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看吧，他真的是发错了。可乐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没事儿，走吧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这就到了。啊，这儿吗？那个，等下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我没事啊。你不会是想邀请我上去喝咖啡吧？你整天脑子里面都想什么呢？不过你要是想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呀。还是算了吧，我身体吃不消。你怎么不接呀？他找你有什么事吗？喂，萱萱啊，我这陪玲玲逛街呢，我下次再给你拍照啊。这次我就玲玲也在，那刚刚是奇怪吧？要不下次吧，我们今天太忙了啊啊。还好我机智。萱萱找你干嘛呀？没事，他就说我拍的挺好的，想约着再拍一次。行啊，可乐，没想到你的拍照技术还挺深入人心的嘛。那可不是嘛，就我这技术，就全国就没几个。好了，可乐。我今天太累了，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那你早点回去吧。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好。可乐，你把手给我。手？那这个给你，明天你陪我出来玩吧。那好吧，那我明天带你去放松一下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就露馅了，我还是赶紧回去吧。明天见。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。完了，喂，可乐，你出门了吗？我还没呢，我今天来不了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现在处境很危险，我没办法陪你逛街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对抗路呢。你少来！现在马上给我出来！好吧。怎么还没下来啊？女生出门一点都不守时。玲玲。你等久了吧？没有，你这中午没有少吃吧？我中午还没吃东西呢，你是不是想我胖了？没有，走吧。一会儿我们去哪儿啊？我想买支口红，你陪我去逛逛吧。买口红我不是很擅长啊。没事，找你嘛，走吧。选好了吗？你觉得这个颜色怎么样？看起来还挺不错的。那这个味道呢？你喜欢吗？还有一会儿的。味道有关系吗？口红嘛，都是给男朋友吃的。来，你尝尝。
尝尝。哦，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女朋友？还没选好呢。这个是巧克力味的，然后这个是草莓味的，这个是香草味的。来，你都尝尝。这么多人呢，我不好意思。那这三个味道你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这个巧克力的还不错。那就巧克力的。这草莓味的还行。这个香草味，要不都买吧。你买那么多干嘛呀？真的是。你懂什么？你不是慢慢尝吗？宝宝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怎么？口红也是会过期的，好不好？你买那么多都是浪费啊。就是再买呗，反正是离这儿也不近，也不远。又是你！站住！兄弟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在云云商场，没想到却碰见了他。在我开始洗手之后，我听我说。你跑什么呀？上次的时候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别打！哎呀，可乐，你停！有什么事大不了的，你非得动手啊？他。来，元哥，你没事吧？力气太大了，他上次拉都拉不住啊！你们骑机上，那你跑什么呀？不是你追我才跑的呀！你不跑我能追啊！你不追我，不是你俩别吵了。可乐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了？这个是我之前的运营袁哥。袁哥他不是上次？哎呀，袁哥，这个不争气的是我男朋友可乐。你俩进展挺快的呀。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上次那个事儿，我不是从商场里面跑出去吗？袁哥还以为你欺负我来着，所以后面才有那个事儿嘛。丽丽，你没跟他解释啊？难怪这小子看到我就跟野马脱了缰似的。袁哥，你看玲玲她也没跟我讲，你刚刚我下手有点重，你没事吧？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不过你哪止下手重嘛，简直要把我干过气了都。年轻人就是有力气啊！你看袁哥还挺有意思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请你们吃饭，你们都去我家，我亲自下厨，怎么样？好啊。他是人吗？手太轻了。我是中了吧。